子啊。他快入睡，在梦境里，是谁让你掉下眼泪？我的双手是这样温柔，抚慰着你在异乡哭泣。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跟他来往，你离开他吧，他不是你生命中的男人，我不想他再次受到伤害。你的心情我真的想听，我真的想把你放弃。东东啊，这个时间你不是要去上英语班了吧？不想去。东东啊，你还是去吧。说了不想去。那你上次跟我说你会懂事的，会努力的，你现在怎么就……哎，东东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东东，我是阿喜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不见阿喜了？我答应他妈妈，不和他做朋友了。东东，叔叔。不要再叫我了，阿喜啊！今天我跟你说清楚，我女儿不想再跟你做朋友了。你回去吧，不要再来我家打扰她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有话要跟东东说。哎，回去吧，回去。叔叔，我不能回去。东，我妈妈已经答应我们可以做朋友了，你出来啊！我们不是讲好了要一起努力一起玩的吗？别喊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啊。东东，为什么要躲起来啊？一起做朋友呢？我在怕什么？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我的宝贝，快快入睡，在梦境里，是谁让你掉下眼泪？我的双手是这样温柔，抚慰着你在异乡哭泣。我的宝贝，快快入睡，在你眼里，除了我还能再有谁？你的心情我真的想听，我
真的想把你放弃，静静听你说的每句，让我和你再相遇，忘记从前心里的姓名，真正告诉你。等等，笨蛋，没看见下雨了吗？你终于肯出来跟我说话了，阿喜，我真的值得你这样等吗？我们是好朋友啊，阿喜，真的不能做你的女朋友。没关系啊，你今天不能做我女朋友，你可以先做我的妹妹啊，因为我不想老做你的弟弟。我的好哥哥。那从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玩，一起努力，我们会很开心的。东东妹妹，阿喜哥哥，东东妹妹，阿喜哥哥，东东妹妹，阿喜哥哥，啊，我有个妹妹了，东东妹妹，阿喜哥哥。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姐姐有办个重要事儿，不和你说。就姐姐，你要去什么地方？你要办什么事儿啊？彪哥呢？你别跟别人说看见我了。为什么？别问了。为什么不问？他说我有病，让我在家待着，不让我一个人出来。有病是不能随便出来。你们快到哪去？彪哥说，我害了你啊。我虽然不知道我怎么害了你，但是我想让你好好的。你看你身体不好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陪你去啊。陪我？你都是扫把星吗？我不是扫把星，我真的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保护你啊。要说，曾经山上有个地方，里面有很多灵物，只要我们用心，拿钱去拜拜，就可以驱除霉去，求什么得什么。所以姐要去求子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妈妈说，任何的事情啊，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。所以你刚才说的我都不信，因为我已经不是傻瓜了。你要是相信的话，那你就不是跟我一样傻吗？你别胡说，这可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你帮不了我，别来烦我。我叔叔说山上不可以去，一个人去很危险啊，这真的不可以去的。你要带我老婆去哪儿啊？我跟你老婆没什么。早就警告过你，离我老婆远一点。
你是不是欠揍？哎呀，你别打阿喜，我们这是在路上碰见的。阿喜啊，乖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，赶紧走啊！扫把星，阿秀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身体刚好，你又跑出来，外头风那么大，走，咱们回家走。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我不配你，我天天在想，你们家就你那么一个男丁。你父母肯定愿意让我给你生个孩子。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。我是这样的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不能生孩子，怎么配做你的老婆？我对不起你。阿秀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有什么话，咱们回家再说吧。走。我要去求子，这可是我们夫妻俩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连最后一次机会都没有，我们就离婚吧。我不会怪你的。你们都傻呀，那些迷信的东西是没有用的。如果想要孩子，我们可以请更好的大夫去看呢。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，天天都在进步，说不定有新的药可以帮到你们的。是啊，生孩子的事儿先别着急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吧。阿秀啊，现在都不要乱想了好吗？等你身子好了以后咱们再说好吗？阿秀乖，听话听话，快回家啊，快快。阿秀现在胡思乱想，那些上神求神的事千万别再跟他说了。哦。